好，现在我们开始来录课程啊。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外挂是图片压缩哦。图片压缩它也有效于SEO 加分的一个部分。那图片压缩，如果说你的档案太大的话，你必须经过软体来压缩之后再上传。那如果说你是用外挂的话，可以不需要做图片压缩，就可以立即上传，就可以立即把图片做压缩。所以，我们到 WordPress 里面的一个安装外挂。好，那我们找到热门。好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图片压缩工具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压缩工具。啊，这个啊，这个图片压缩工具，好，那我就要点它。好，之后启用。好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针对它来做图片压缩。那怎么来针对图片压缩呢？我们只要点这个Load image 啊，要点的 load image，或是就要点一下。这个是上传啊，把人档案上传上去之后呢，你就可以透过这个点一下它有图片的话，它就会压缩，把图片压缩，减少它的空间资源那这底下是它的压缩的一些尺寸，好，OK。